给你们来个脱皮实验啊，这个夏天用的去泥的，阿莹推荐你们啊。那会儿直播呢，我关上，涂上洗，咱洗完澡之后身体不是湿的吗？完，你把这个均匀的涂在身上，然后之后你就过一会儿你就搓，老好老管用了这玩意儿了。像夏天了，咱们就是爱出汗，身上老有那种就是臭泥什么的，然后清洗不干净，配上这个了，可好使了。49块就两大瓶啊。这就可以了哈，然后你开始搓，身上角质就下来了。我刚才直播的时候，我搓的是这个胳膊。看见没？看着你。我每天都洗澡啊，其实我身上不埋的，但是身上它给你搓下来这一层都是角质。不用天天用，就是一个星期搓一回就可以，这两瓶就是足够咱用的一下的了。给我来张纸巾。看没，搓完之后吧，这胳膊特别细腻，然后不会就是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夏天了，身上爱出汗啊，用这款就是去角质特别好，一个星期用一次就行，你不用天天用，因为天天用之后你身体那个角质层容易薄嘛，而且夏天的话咱们根本就用不上什么搓澡巾搓皴什么，天天你都冲，一个星期你用一次这个，然后打上之后看我这胳膊，打完之后吸收一会儿你就能搓下来老了东西了，看了吧，这个推荐你们去用啊，这个很好用，这是懒人神器，是不是？就不能用多，少用点就行。我用的多，但用完之后就是明显皮肤就好多了，证明你的手很脏。